와우.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Bonjour. 嘿嘿嘿，接下来重头戏来喽。各家拜金女摩斯莎之地，亚细亚航空公司年历封面。 就是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他们特别请到了法国的摄影大师弗雷戈斯戴尔来负责展镜，他坚持只让表现最好的 model 当个 封面，所以待会儿你给我披风紧一点，上紧八条，听到没有？哎呦，昨天你跟王蒙两个人出去之后，人家 Sasha 可是跟 Polly 相谈甚欢呢。肤浅的把戏。 为了这次来到巴黎，上镜可以更加漂亮。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啊，宝贝，你被你炸到了你？不是啦，是针灸瘦身啊。哦，一个礼拜就瘦了3公斤。莎莎那种 baby fat， 能不能塞进礼服还是个问题呢。你真是的，你把我给吓坏了。哼。哦，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你准备一下，我去找Molly啊。 对了，Molly 怎么还没有来？他呀，他现在被大家围着问问题，忙不过来。你不知道他昨天运气有多好，对不对？他昨天呢，在回饭店的路上，嘿，竟然给他遇到了那个即将搬来巴黎的超级富豪威廉诺曼的车队。威廉诺曼，嗯，我的天哪，我从来不知道威廉诺曼本人长得这么年轻又这么帅气，so sexy。他来当model绝对可以的，宝贝，你先坐一下。 巨额遗产的威廉诺曼，整个巴黎都在帮他新闻呢。曼姐，你没看到吗？我当然有了，可是威廉诺曼不是应该是外国人吗？哦，对，你是因为讨好王总，所以都没有再发了公子戒的新闻吗？因为威廉诺曼他父母生不出小孩来，所以威廉诺曼呢是诺曼家族领养来的。哎，这可不是一件新闻呢。你昨天晚上跟王总住的那家 hotel 也是个学生，巴黎音乐学院。哎，再看一次，啊，再看一次，哎，给别人看。我的天哪，他竟然是威廉诺曼！我的天哪，你不要，不要，不要！我的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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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C'est assez! Tu penses à quoi quand tu joues? À quoi penses-tu? Je pense à... Quel morceau as-tu choisi pour ton examen? Un concerto pour violon en D majeur de Brahms, troisième mouvement. Sais-tu que Brahms est tombé amoureux de Clara, la femme de son meilleur ami? Dans ce monde, cet amour était improbable et qui l'a fait extrêmement souffrir. Et toi, dans ta vie, tu as ce genre de personne? Tu ne fais que jouer du violon. Tu ne fais qu'aligner des notes. Tu n'as aucun charme parce que tu ne sais pas, dans ta musique, y mettre ton âme et tes tripes. As-tu déjà ri? As-tu déjà pleuré? As-tu déjà eu mal?
As-tu connu là l'amour à sens unique? Est-ce que tu crois que mettre un archer sur des cordes et faire du bruit, c'est ça, faire de la musique? Est-ce que tu as déjà vu des musiciens jouer avec leurs tripes? Pour l'examen final de demain, si tu joues comme aujourd'hui, sache que le Conservatoire de Paris n'a véritablement pas besoin d'une personne comme toi. Voilà, nous sommes arrivés à l'Institut musical de Paris. Oui? Hey, hey, 宝贝，你人在哪里？ 再5分钟开始拍了。哎，你不要封面了，你。 哎呀，总之一言难尽了。 一道顶级一局将摆在我面前，我不可以不追啊。 好，我要再跟你解释了。 你刚刚说，刚刚说，刚刚说我出车祸了。 我今天不拍了。 哎，喂，你，他果然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可是我又怎么接近他呢？ 一件 分手了，分手。其实你猜的没错，昨晚我只是在欺骗自己，假装开心，因为我早就知道他背着我在外面有另一个女人。太差劲了吧！本来我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所以答应求婚，可是没想到他竟然。 吵架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桌角。你的皮包，赵岩，这回了，这家的事交给保安处理就好了。不好意思啊，你的皮包被我压坏了。我想我应该补偿你。没有关系的，这个包包很坚固的，还可以再用。 而且，就算你要赔我，都买不到一模一样的了，因为它是
迪奥限量版的鳄鱼皮包包。好吧，那我只好请我吃顿饭。我们也算有缘呢、啊，而且现在就是吃饭的时间，你就算再忙也要吃饭的，对不对？当然，走吧。对了，我叫楚曼，我可不可以叫你威廉？你车上那么多杯子，一定有冰箱吧？旁边的那个会不会是啊？真的是哈，你跟这个车子不太熟哈。对啊。因为最难怪啊，你一定有很多车子，这么多功能，能记得那才怪呢哈。对。你刚上课回来吗？你昨天说你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也许很快就不是了。昨天你也听过我的琴声，我的技术跟餐厅打工也没两样，真的没有那么厉害。哎，对不起哦，其实呢，我昨天的听力出了一点问题，因为我的未婚夫打了我一巴掌，所以害我到现在的左耳的听力都听不太见。对不起，我不知道。没关系了，现在已经好多了。所以其实昨天我根本就没有听得清楚，而且看你的外表也知道你一定很有才华，你的情谊一定跟你的人一样，让人印象深刻。我常常去各个地方拉琴给陌生人听，但却没有一个人为我的音乐停留过。我想，喜欢做的事不一定是能做的事。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昨天你送我两张船票，其实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来巴黎一直想要去的地方。因为浪漫，因为在塞纳河上可以把整个巴黎看得一清二楚。这里是全世界女人最向往的地方，你可能无法想象，但为了来到这里，我一直在努力，努力的一步一步向它靠近。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知道很多人唾弃我，不了解我，但是我不相信天堂，不相信地狱，不相信因果报应，因为这个世界很残酷，能活下来那才是最重要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也许永远不会有人了解你，但是你只要找到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可以。要坚强，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所以你想拉琴就拉吧，那才是最重要的。
不起，我讲的太多了。不会，我听得出来说出这句话的你不是个肤浅的女生。我只是一个在寻找真爱的女人。我的意思是，像那种价格的餐厅我常常吃，所以比较喜欢在家里自己做。你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吗？邀我到家里还下厨做菜，这么主动岂不是乐透彩签好送上门来，只差一步就能开奖了。好啊。哎，熊麦呀，你在哪里啊？我在拍照啊，我今天状态不好，所以不停重来。我今天可能会到很晚哦。你好幸福啊，熊麦，我爱你哦。啊，我在这个巴黎大铁塔呢。啊，拍完大铁塔，我就上你那里看你去啊。别，就是因为我在工作，你才应该为我纹白发国啊。你记住，到每个地方都要拍照，回来会检查的哦。阿兄，那晚上他妈饭店里见啊，妹妹。拍照。喂，哦，烦了。小妹，我爱你。除了小提琴，我好像不太了解你哦。我有时候会去海边。一定是趁游艇出海。
果然就是水上运动，果然是年轻富豪的嗜好。真的很巧啊，我都很喜欢去海边啊。真的。你的鞋子看起来好像不太适合你的脚，适不合脚啊，要把它脱了，舒服一点。哇，好舒服啊。刚刚是你鼓励我说要做自己的。其实我小时候也常常这样子打赤脚在大街上跑。谢谢你，我好像知道要怎么面对明天的考试了。我想送你一首歌，谢谢你。在巴黎铁塔下的你，让我想到这首曲子，是一个小男孩被抛弃在孤儿院的故事。幸福，你知道吗？哎，你听清楚啊，不要你了，我不要回来了。为什么拉这首曲子给我听？因为你让我觉得你像那个小男孩一样，很勇敢，很坚强。但是真正的你其实是一个寂寞的小女孩，就像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不喜欢许愿，因为我知道愿望往往不会成真。但是现在我发现原来愿望可以实现，真的有奇迹可言，因为现在我就遇到了奇迹。你笑了，为什么？
是你啊。你醒了吗？怎么会是你？不然你以为是那为你把了一整天的小姐吗？她早走了。他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吗？他离开的时间我不清楚，不过蔡家豪先生，你当威廉少爷的替身当得好享受啊。要不是威廉少爷交代你在当替身的时候可以自由行动，不然我早就制止你这种糜烂荒唐之行为。任务暂时告一段落，你该回家了。先别下车，手放低一点，小心被人看到。这不会是支票吧？支票跟现金有差吗？差很多，因为我是靠贷款来留学的，每天都要吃饭，我又没有存款，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等支票兑现，我一定要现金。要不然拎得外腰洗。放心，是陷阱。依照约定，接下来两天请继续扮演少爷的替身，然后工作就结束了。再次提醒您，工作期间可以自由行动，但就是不能暴露你的替身身份。今天你擅自使用诺曼家的厨房和床，下不为例。那今天我招待楚曼小姐？废话，已经从你薪水里扣除了。按照合约，除了基本正常支出，其他格外开销当然不能算在我们诺曼家族头上。有什么事吗？其实我对这份工作还是不太了解，为什么诺曼少爷需要我当他替身？你不必知道那么多，我只能透露我们家少爷正在研究钓鱼的学问，等他钓到他想要的鱼就会出现。怎样，不想做吗？要再找一个妾钱跟我们少爷肤色体型一样的并不困难。没有，那就好，你可以回去了，明天见。就这样就走了。我本来还想要问他真的什么话都没说就离开了吗？房间才发现，哎，你人根本不在房间里面呢。我情急之下只好告诉他说，嗯，准备他已经睡
着了。结果他现在已经在饭店楼下了。啊！你想想看，如果他跑了你房间，发现你三更半夜跑出去的话，他们怎么样？会很开心吗？啊！他们亲我一下吗？不可能，他们怀疑的嘛。我的，你快上来，帮我顶一下。我拿什么对得到？我来了，快点。喂喂。我们还宝贝儿，你想死俺了？怎么家里都没人啊？哎，酸黄瓜一餐只能吃一根了。饿嘛，那一下嘛。我听说我们家路口那家餐厅啊，在半夜的时候会把一些剩菜剩饭放在后门，分给流浪汉一起吃。我想说，不如晚一点我们两个去讨点剩菜回来吃，怎样？柯先生，听起来好丰盛哦。今天家里面发生什么事啊？还好啊，就厨房烧起来一下下而已。以前在厨房的时候被烟熏到，他人在厕所洗东西。夸，当替神的事情不可以让他知道。知道了。以前你没事吧？脸怎么了？失火的时候，这丫头为了抢救你的岳母，不要命的往火堆里面跑。你看他脸，熏得乌漆麻黑的，那我能没事？我知道那本乐谱是尤金大师的亲笔手稿，还是你爸留下给你的礼物。我知道他是你从小就崇拜的对象，能跟尤金大师一起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进入到同一个交响乐团，是你最大的梦想。所以，我怕他会出事。你下次不可以这样。来，我帮你擦脸。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要是被烫伤的话怎么办？你就嫁不出去了。才不会嘞！上次我看电视上说烟灰有矿物质，像我脸才一点点灰而已，皮肤反而会变好哎。听啊，你要再胡说八道！你最近在看 Discovery 啊？每次都给我来这一套。上次帮我们煮饭的时候被我烫到，说什么？小烫伤会让皮肤重新再生，白痴啊！对不起嘛，我只怕你会担心。我知道，可是就像你常常提醒我，我身为一个小提琴家，要好好保护自己的手。道理一样，你弹钢琴要好好保护自己，要不然我们以后怎么痛得严重，对不对？嗯，为了当你的 partner， 我一定会更加小心的。很晚了，你赶紧休息，我明天再帮你整理。哇，你来巴黎学小提琴，他就跟来学钢琴。只要你肚子饿了，他也会帮你煮饭。天气一凉了，帮你添衣服。要是你感冒的话，他巴不得变成一颗药，让你吞下去。从小到大，他就这样黏着你。现在我来巴黎学电影，他还是这个样子。他真的是把自己当作是蔡太太。好剧本。柯麦隆先生，你不要以为你名字叫柯麦隆，就像《亚凡达》里面的柯麦隆一样有想象力，好不好？他从头到尾只把自己当成我的妹妹。这件事情我很久以前就跟他确认过了。是吗？等到哪天你跟别的女人怎样啊，她最好还是会当你的乖妹妹。我已经跟别的女人怎样了？啊！小曼，小曼，我回来了。
喂，王董 ，Peter， 啊，是这样子的，小曼呢，她要我转告您说，她现在人正在浴室里面做 facial， 做保养啊，啊，所以她这会儿不方便说话，也不太方便出来见您呢。不慢不急，我打电话，还让你从中传话，你不奇怪了吗？您再等她一下下好不好？我这里有房卡呀，我拿房卡就能开开。千万不可以！你就开个门缝，让我看你一眼就行了。快呀！我一天不见你，想死我了！妈呀！我王总，王总，啊，您先别急着进去啊。不然姐，哎，楚曼她说呀，她有个惊喜要给您呢。惊喜？是，您现在就先面对窗外，面对窗外啊，我面对窗外了。那您把眼睛给闭上，闭上牙了，闭上了，闭上了啊。激动啊！哎呀，你要了我的亲命了！呀，为了我！王董，为了这个惊喜，楚曼她特别交代我，她坚持一定要您面向窗外，闭上眼睛，然后数到十。数到100，然后他就会出现了。好啊，宝贝儿，今晚玩刺激的，那我就陪你玩玩。1、2、3。6、7、8。小曼，那跑了一个人呀？哪有人呐？你没有看到特地为你准备的换装秀吗？睡衣变成洋装，是跑了一个人吗？哪里有什么人呐？一定是你太累了才会眼花的。你不是要给我看你的照片吗？看照片呢，对，看照片，巴黎那个大铁塔呀，那实在是太高了，简直是我往上爬呀爬，所以你说那个叫楚曼的模特儿，一直以为自己的枕头边男人是威廉诺曼。不知道为什么，离开李车，离开古堡，有一种被打回原形的感觉，一步一步从天堂掉回地狱。又变回贫穷平凡的蔡家豪。唉，威廉是一个梦境，现实很残酷。我只是一个穷学生。现在，我只能保留他给我的鼓励，好好去面对明天的期末考。不管是天上的爸爸，或者在菜市场卖菜为我付学费的老姐，他们都很期待我毕业。期末考是最后一站，如果没有考过，就没有资格毕业。我来到巴黎这么久，就是为了拼了这一次，我一定不能失败。我已经不害怕明天的考试了。谢谢你的鼓励，楚曼。楚曼，楚曼，睡着了还乐呢？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一个耳环就乐得这个样子了。得了，不打扰你了，晚安。戒指呢？徐总 ，Eleve 蔡家豪。你想拉琴就拉吧，那才是最重要的。实现，真的有奇迹可言。